局的这个比赛里面呢，是马里分数退出。前锋，那李宗伟呢，应该说在半决赛呢打的是比较的轻松。而这个田鹏呢，实际上昨天在和对这个朴春焕的这个比赛里面呢，应该说也没有太费力。所以呢，今天等于两个人呢，从体力的情况来讲呢，还是在同一起跑线上。对，那比赛已经开始了。Two love， 李宗伟呢，先利用网前是得到了两分。这是一个直线的杀球。1-2，1-2，service over， 3-1。所以说李宗伟呢是一个攻击型的一名选手，不过他防守各方面的能力也是不错。陈红对于他来说能否起到制胜的一些技战术的水平，还是要看怎么样发挥。 Service over，2-4。双方目前还是打得非常的小心。中国现在还是拉着陈红的防守底线，5-2，能够为自己获得更好的进攻机会，一个斜线的劈杀，又拿到了一分。由于这次陈红呢是以个人名义参赛，我们发现在比赛的现场呢，他也是要找一些教练的指导。5-3。发球又得到一分，现在陈红呢是以4-5而落后一分。这个斜线的劈杀力度和角度都是控制的非常好。Service over， 6-5。6-5。看来李宗伟的网前还是显得相当的出色哈。陈红呢在网前呢已经吃了不少亏，那么他现在应该注意的是李宗伟的网前。又是一个网球。对于陈红来说，现在更应该的是采取主动的一些打法，更应该跟着李宗伟的节奏。本次的男单比赛呢，中国队呢一共是派出了3名选手，
出战，一个是大家看到的陈红，另外两个呢是鲍春来和龚伟杰。那么鲍春来呢，很遗憾的是在第三轮就是被来自新加坡的苏西诺所淘汰，而龚伟杰呢是在八进四的比赛中呢是被马来西亚名将是李宗伟，也就是镜头前的这名选手所淘汰。是很适应，还是主要的节奏呢？还是跟着李宗伟的节奏来打，而且回球的质量呢也不是太高。陈红目前是落后了六分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还是跟着李宗伟的节奏来打的话，陈红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将会非常的吃力。目前比赛呢是进行到第一局的中段，11-5，然后李宗伟领先。那么按照羽毛球的规则，到了11分的时候呢，运动员呢可以选择教练员的指导进行暂时的休息。看来李宗伟还是对着陈红的两个边路啊进行攻击，在往前又吃亏，后场又打不到点的情况下，陈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呢？12-5。一个后场的斜线，一个后场的直线扣杀，还是打得相当的有气势。7-12。李宗伟的回球是在界内，这也是体现了他的技术非常的纯熟的一个特点。那么从前半段的比赛来看呢，陈红呢在整场比赛呢还是没有把球给打开，让李宗伟呢有很多的进攻的机会，而自己显得非常的被动。判断也是相当的敏捷，他在陈红呢，他接应陈红的一个斜线的推球以后呢，直接跳起来，双脚起跳拦截，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。15-7了。男单的比赛的进攻节奏的比赛的节奏呢也是显得非常的快。好的，连续两个都是直线的杀球。看来陈红对李宗伟的杀球差杀两个边路呢还是没有起到很好的